给我妈拍一组超可爱的唐装。这是我妈妈第一次穿唐装，她穿上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，觉得挺适合的。造型是我自己比较简单的做了一下，没有化妆，就涂了个口红。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，但是她看到漂亮的衣服也会心动。妈妈也是爱美的女孩子，所以会想在有空的时候给她多拍一些不同风格的照片，让她知道自己依然很美。刚好那天就是天晴，在我家门口拍的，拍了一个多小时吧。把照片发到网上之后，也有很多人夸她可爱活泼，她知道了之后也很开心，也更自信了。这个我会觉得超出了拍照本身的意义。